这脚挺好的，不用修。这大拇哥有一个大拇哥行。这个刚才那两位挺好的。这不挺好的呀？把这个修修吧。那个得想快啊。嗯。这个想用那个木夹，好的。嗯。戴手套别黑。那老爷子都黑了，脚趾盖。都不能让他黑，黑了就晚了。你都没看着他的，你都没看见我的。有点肿吗？啊，这也疼。你年前问我，怎么年前不过来？你说。好的，我年前我三十来就值了个班，我靠。你这稍微长长，这个穿。慢走啊，帅哥，真好哈、啊，人家这真开窍了。而且他那个，你那个太松了。得走啊。马上了哈，这个鸡尖跟肉啊，它粘一块去了。但是它也是没有破，你知道？你看后面这一块。我觉得它这样，它的顺着往外走，它还是顺着的，还是这么吃，好多了哈。啥事儿也没有，也没有老皮。给你泡一泡。那天我拿剪子，那个小的剪子，我拿一个刀。这片不快，泡一刀片啊！这个刀片我现在不太好用。嗯，就来长了就来修，我这有个规定，你知道。这样的指甲都是免费修，真的？真的，你没看我朋友圈吗？我没看到。你看我发的朋友圈？但是我看你，哎，我看你，我一直看你发朋友。哦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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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痛！粘的特别紧。和你原先给我修的那个事儿，哎呦，假包肉啊！你这个觉得怎么了？你拖得太久了，你都好长时间修一回，有没有小半年？那差不多，你就两个月啊，过来修就行。这不相当于 VIP 了吗？我靠！对呀、啊。这个有点出现我朋友圈，真的是，只要这个脚趾甲形状特别夸张，是不是？朋友圈我没看你发这样的呀。我不要钱修，你只要让我拍个视频就行了，因为特别好多人。